要整饭不要整这种。吃哪个？今天你选一个。你吃哪个？吃那个。那我就吃这个。你吃啥我吃啥，这个不上当，根本就不上当。你给你吃。嗯。那我这当上太多了，为什么？你吃吧，你吃完我再吃。你吃这个我就吃这个，味道不错。金刀的味道好极了，就比你做的好吃。你做真不行，要学。快点吃！快点吃！不等了，太饿了。给我一个，给你喝茶。一个人。刚升点凉，你能不能轻点吃蒜？饺子就腊八蒜，告诉你放冰箱里头，又没放冰箱。啥玩意儿啊？不吃了。嗯。哎我去！你说，咸不咸的？自己尝试吧。啊！嗯？啥玩意儿？是吧？你给我留两个啊，没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太怪了，要不要？不。吃呗，慢点，不要吗？不要。一个人。吃饭了？啊！今天吃饺子吧？不吃，不想吃。我要吃，我吃个面条不错。你自己慢慢享受啊。不吃啊？不吃，不好吃，不愿意吃。轻点吃蒜。能给我留两个，都让你吃了。
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啊！小燕，几点了？我都饿了，能不能整饭去啊？没看见吗？锻炼呢，减肥。减肥你就不吃啊？那我就那个点外卖了。点吧。点外卖，你确定不吃啊？我不吃。你确定啊？行行，谢谢啊。啊，外卖来了。哎呀，这还得自己整点外卖呀，让他减去吧，减肥呀，我改善生活，天天减才好呢，天天点外卖，天天吃好吃的。哎呀，我坐下脚。啥馅儿的呀？有的肉的，你不减肥，你不锻炼吗？尝尝。你等会儿。我尝尝。你不锻炼吗？我尝尝啥味儿？行了，你去锻炼去吧啊！去锻炼去啊！我再吃一个。这饺子是我点的，你现在减肥，你也不用吃这个。这个以后基本就告别你了啊！每天你就喝点牛奶，吃点水果。韭菜肉的好吃吧？给我吧啊！行了，行了，你快去吧。那啥呢？是他啥？哎呦我的妈！吃两个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吃那饺子整那出啥呀？你不是不吃吗？这一天问你不吃，做饭也不做，现在搁那锻炼，该整饭锻炼，你啥也不整。我点外卖，你吃啥？别吃了，外卖没了了。我这减肥太消耗体力，我饿了。那你点外卖你就吃，该做饭你不做，你天天你能不能不让吃了？吃开！那那发点发个啥呀？我吃点饺子干啥呀？没完没了的。那我捡累了吃点我不行吗？这饺子味儿确实挺好。嗯，好了，今天白锻炼了，明天再说吧，明天再讲。